哎呀，累死了！天天在这机械运动，就是这懂行的知道咱们这是在倒深思，倒软了送去做衣服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是在倒年糕，准备过年呢。可不是嘛，天天上夜班，也不知道谁带的头，我们怎么就对光线没要求了呀？我真的吃不消了，我想换换。淡定淡定，张轩画咱们的时候就分工明确了呀，不干这个干什么？干什么不比导练强啊？我看到隔壁织线缝衣的就挺好，哎，往那一坐，那动作幅度嘛，仅限于小臂和手指头。那大家都在表现唐代妇女的劳动景象，凭什么他们表现妇女，我们就要表现劳动啊？说的对，我也想坐着就把钱挣了。什么呀？那烙线和缝制是最劳神费力的活，线捻不匀，缝缝的不直，都容易出问题的。一天下来，体力消耗是不大，但是精神非常容易崩溃啊！你们不知道啊，他俩定期就要去看心理医生的，不然都抑郁了。真的假的？我骗你们干嘛呀？而且他俩腰都不太行，整天这个姿势，从早到晚不挪窝，身体能好得了？怪不得老板天天夸他俩突出呢，搞了半天原来是腰椎间盘突出呀。那换到熨烫组也行啊，你看那边四个人有说有笑的，这满脸就写着两个字，轻松。哎，这个我同意，这一天烫不了几块布，还整那么多人在那儿。对，专人烧炭也就算了，还安排个小姑娘在布底下钻来钻去钉褶皱，明显就是劳动力过剩，工作量不饱和嘛。哼，得了吧，那哪是什么好活，稍不留神烫焦了，烫个洞，那才叫糟心。老板一发火，一个月的奖金都给你扣光，那几位啊也就强颜欢笑吧。听你这么一说，那咱们这活倒也不觉得差喽。平心而论，姐儿几个倒一批薄料，你抢着倒你也倒不上几下，而且你看这个棍子它有长有宽，你看这个块它有大有方。停，姐姐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一开心就唱起来了嘛。你们想，为啥咱们叫导链图，不叫那捻线图，也不叫熨烫图？哎，有点意思啊，那说明咱们最重要。必须啊，我们大唐开元盛世那会儿的丝绸制造技术，那在国际上也是一骑绝尘。导链是丝绸成衣最关键的一步，生丝处理的不够白不够软，那最后能出高级成衣吗？所以我们才是导链图的核心。嗯，哎，这么说我突然有点担心了。担心什么？那万一他们意识到我们那么重要，会不会跟咱们换呢？啊，所以呀，我们可得装得辛苦些。姐妹们倒起来倒起来，哎，快快快倒起来。哎呦可累死我了，导链太难了，我坚持不了了，崩溃了，谁来救救我们啊？小心点儿，要烫坏了。组长，谁的电话呀？多嘴，干活去。哎，那边导链组的，赶紧把导好的布送过来啊，我们组可都等着呢。哎呦，喂，老板，哎，您说。看看，他们夜班都上岗了。崩溃，你说这领导怎么一到了下班的时间就各种事儿啊？就在门口，小心被他听到了。
就是，你忘了上次不小心烫个小洞，就被他足足说了半个月。我们导链图可是唐代纺织业最有名的广告，你们一个个的可别给我丢人现眼啊！嗨 ，Seven Eleven 族，这是你们蓝族长要的布，可怜哟，拜拜。你们说，准点下班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我们到底在怕什么？哎，职场潜规则呗。你说，你要是领导，员工一到点就跑了，你心里能舒服？他舒不舒服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了，我要是领导，我就取消下班考勤，想走就走。你还记得白居易的那个诗吗？无卿一日醉，用靠九日晴。从古至今都是这样，所以你说当官的都没有办法，咱们还能怎么办呢？要是远程办公，兰姐不在旁边盯着就好了。哎，算了吧，这老板能放你自由吗？而且你没听说远程办公就等于是24小时工作制，上厕所都得抱着手机。什么时候英上总改用嘴干活了啊？大老远就听着你们叽叽喳喳的。谁有充电宝？我有。上点心，别偷懒。小红在。这批烫的差不多了，给隔壁缝制组送去。好。你们呢，小心点。看他那样。哎，社畜的心酸。哎，你们看，美国艺术家楼里的那些外国画都要下班了。来波士顿这么些年，都没有好好享受过美国的夜生活。今晚6点有我最爱的铜壶直播。其实我晚上也约了人一起下双龙棋呢。走不走？要不你试试先走，你是实习生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可不敢，我还想早点转正呢。你，哎呀，我不管，今天我就要学习韩愈，韩大人。韩愈当年直接告诉领导，晨入夜归的考勤制度不合理，工作时间长短和才能没有关系。你们看看多有道理。但是后来勇敢的韩大人还是被辞退了呢。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反正是要走了。和我在波士顿的街头走一走，再见。你这是要干嘛去啊？我是想来问一下，新送来的布今天要烫了不？有你汇报这功夫，小半块都烫好了，干就完了呗。火山旺点儿。刚才上头通知了啊，咱们今天有个加急订单，都给我利索点儿。对，干就完了，奥利给！眼看侄儿到入学的年纪，不知嫂嫂对我那九代单传的侄儿作何打算？我家九九与你们家元宝同龄，小姑子是如何计划的？那元宝啊，是必须读官学的。哦，可妹夫并未入仕，没有品级，元宝该如何入学呀？正因如此，我们家元宝啊，才必须读官学。你不知道那庶民入学资格有多贵啊，孩子他爹啊可是花了大把银子，疏通多少关系才通过的审查。这还不算啥，我们家啊还在这官学边上购置了大宅子，比普通宅子快出10倍的价格，这要是放在现在啊，绝对是顶级的学区房了。
哎呦，那可真是不容易呀、啊！好在你阿兄在衙门当差，品级呢也还算可以。不管出什么政策呀，都有我们家九九一个名额。不像你们庶人家庭，的确是要劳烦些关系了。这人呐，看的就是潜力。孩子他爹虽然只是一介庶人，哎呀，但为了家族兴盛，制定了百年大计，正在稳步推进呢。怎么推进啊？我们这一代啊，就是那什么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，多买地，多挣钱。哎呀，往后啊，我们家元宝中科举走仕途，还怕地位不尊贵吗？再说了，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庶人，但培养的却是贵族。是啊，难怪你最近看起来又富贵不少呢。还是嫂子有眼光。哎，我上次送你一个香粉啊，是西域货，是1两黄金呢。啊，让你破费了。这不算啥，都是我日常用的。我皮肤娇嫩，用不惯一般货色，会过敏的。哎，你阿兄前两天带回来的荔枝你吃了吗？那可是朝里的名贵水果，贵妃最爱吃了。嫂子，荔枝早就过时了，现在都讲车厘子自由了。这坐车是挺自由的，也没听你阿兄提起过呀。阿兄是得进步进步。你说他老当个不大不小的差，影响嫂嫂你见世面，你说是不是？小姑子，这小郎这么能干，给你锦衣玉食的，你怎么舍得在娘家一住就是半个月呀？我这不是舍不得你们吗？哟，他也真是够放心的，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连个电话也不打。我们家有360度的监控，手机一开呀、啊，一切尽在掌握。那，哎呦，还挺清楚的啊！哎，这小郎边上的女子是谁呀、啊？新来的侍女。哦，怪不得，妹妹，你就好好在娘家住着，让你阿兄啊找他谈谈。娘子，阿郎让我悄悄告诉您，他买了您最爱吃的千层烙饼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知道啦。你看你阿兄真是的，这么大年纪了，一块烙饼着什么急呀？来，我们早早干完，快快回。不好意思，来迟了。果亲王，感谢您面试我们名画对对碰交友节目。哼，来求我还迟到啊？我还需要面试吗？走个流程。网友们听说您要来啊，都说难道果亲王忘记了大明湖畔的黄瓜了吗？没想到他是大猪蹄子。您也知道，节目很怕负面舆论的。笑话，史上并无甄嬛，我与皇嫂钮祜禄是熹妃，连话都未曾说过几句，何来私情一说？那些个编剧无非是想给本王编排点绯闻，夺人眼球罢了。是是是。那么您上了节目打算如何自我介绍呢？如何自我介绍啊？
亲爱的果冻们啊，本王的粉丝叫果冻，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。大家知道，这世间富二代很多，才子也不少，但是像本王这样物质和精神都很富裕且气度不凡之人却少之又少啊。本王希望借着这个节目，能够让大家一同走进我这个有趣又不失内涵的灵魂。那您希望交到什么样的朋友呢？熹贵妃那样的？我不已经说过了吗？我与皇嫂完全 totally 不熟。至于新朋友的话，其实像本王这样的气质和身份，最重要的是找到 soul mate。 soul mate you know？ Yeah yeah， I know I know。 然也，倒也不求其博古通今，但是诗词歌赋略知一二，传统书画和西方艺术皆有所长，不然我的诗集画作他也无法欣赏啊。所以说共同语言很重要。明白。那您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？最大的优点只能说一个吗？哎呀，那会局限大家对本王的认知啊。如果非要举一个的话，那应该就是卓而不群啊。本王内外兼修，尤其擅长书法。我的作品既有唐代法度，又有宋人意境。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你的那些嘉宾，他们的层次啊，他们知道什么是曼青之笔、颜筋流骨，他们知道何为一存笔仙、画境意在吗？怕就怕像安陵容那样脑袋空空、心术不正之人呐、哟，感情您还是看《甄嬛传》呀？流行文化无需排斥，况且剧中甄嬛的确是赏心悦目啊。哎呀，果然您还是对嬛嬛有意思。咱们说回节目，万一没人给您亮灯，真是无知者无畏啊！你也不想想本王我是谁？自从我四哥登基以来，短短数年，我被一路破格提拔，二等王，又至亲王。我这恩宠，我这实力，你们应该担心啊！爆灯的女嘉宾人数太多才对。导演，乾隆帝答应来上节目了。还等什么？赶紧走走走走！哎，那什么，王爷有消息，我们再通知您。先撤了啊！哎，什么时候给消息啊？这么快就走了，没礼貌。大家久等了，亲爱的果冻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网课直播间。其实呢，本来我也不想开什么网课啊直播的，但是没办法，主办方说了，必须由我来讲。我一看，古风写真，的确，作为清代皇室肖像画的杰出代表，没有谁啊比我更合适了。所以这堂课呢，就是也必须要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歪了呢？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继续啊。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下，什么是一幅优秀的古风写真啊？大家看啊，这一些全都是我亲自布置的文人雅士之物啊，香妃竹毛笔、玉如意啊，来来来，还有这个厉害了啊！墨兰花，瞧见没有？高雅之花，这里面还藏了一株灵芝啊！哎，你看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一来是只有种植过灵芝的培养土，才能够种出更为金贵的上等兰花；二来呢，这芝兰竞秀也有君子之交的寓意哈。这些物件啊，虽然看起来随意啊，但是细节之处，尽显品味。王爷的衣服好别致哟，是吧？是特意搭配的吗？这位同学非常有眼光，本王这身不过是最平常的素色居家常服。哎，还有这个鞋啊，是金色地云纹，
亮点在这腰间，这是白玉带勾绦，上等的好玉啊，搭配这一身，你的气质瞬间就出来了。不是，我这焦点怎么又虚了呢？这像素不行啊，不能照亮爷的帅啊，播完就给你换掉。接着说啊，说到这个古风写真，最重要的当然是妆容要够复古了。你说你欧式大双死亡芭比粉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一个好的古风写真呢，妆容是一定要有层次，浓淡适宜，立体有型，就要像本王这个样子啊。啊，来，平面画怎么立体？这个话问的，不懂了吧？告诉你们啊，本王的这个画师叫做莽狐狸，大家猜他是哪人？猜，哎，莽狐狸，莽狐狸，莽姑尼，莽姑尼，蒙古，蒙古族人，给我画了不少的肖像画。他画人物呢，有个特点，不像其他的中国画先用墨法勾勒轮廓，而是直接层层着色，层层渲染。所以他的这个画，你的脸上的这个立体感和皮肤的质感一下子就呈现出来了，感觉和打阴影高光是一个意思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莽狐狸没听过，朗世宁不是当时宫里最红的吗？这位同学，你说的是没错啊，这个朗世宁是最出挑的一个，他把西方绘画当中的阴影透视关系融合到了中国画中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海西画派。这个莽狐狸呢，就是深受他的影响，所以才把本王画的是惟妙惟肖，流芳百世啊。怎么又没电了？这么麻烦吗？不播了不播了，还不如在这儿悠闲的当个王爷呢。妈妈，我能下去和弟弟一起玩吗？作业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女儿，我希望你能够把重心放在学习上。妈妈，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，我已经背了几百年了，还天天学啥？又不高考。这都2020年了，你只学那点宋代蒙学哪够呀？啊，过去咱们女孩子只能读什么学校呀？只有华林书院。现在呢，女生啥都学，像什么编程啊、机械呀、土木啊，女孩子的前途可比咱们那个时候大多了。你想被他们比下去吗？不想。那你再不学习能行吗？不行。对呀，而且你不是说你想要向你的偶像宋代第一才女李清照学习吗？没错。昨夜一树风中，浓睡不消残。停，你唱第一句我还在想你怎么这么有才，还给如梦令谱上曲了，又背着我看电视。看题，这道题用瓜组词，我问你，这个与你无瓜是怎么回事啊？与你无关。怎么与我无关了？你翅膀硬了，我反了你了是不是？与你无关就是与你无关的意思，是个网络流行梗啊，你就当它是个方言。不是，你这孩子你就不能简单点？你写个西瓜嘛。来，我们看下一题，用难过造句，你怎么做的？我家门前有条小水沟，我很难过。你在难过什么？你难过我更难过。妈妈，你也过不去吗？不应该呀。你动动你那个小脑瓜想想，难过是用来表达情绪的词语，它放在这儿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可以说今天我考得不好，我很难过。哦，我懂了，妈妈凶我了，我很难过。
4岁我就开始手把手教你蒙学知识，怎么几百年了还是没点长进呢？蒙学要求不可误一字，不可少一字，不可多一字，不可倒一字，你做到了吗？没有。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我考考你啊。妈妈，我想出宫。答完题再去。我想喝水。你想出宫还是想喝水？听题，这把交椅被小明弄坏了，改成靶子去。怎么坏了？是钉子掉了吗？这交椅啊，它是榫卯结构，没有钉子啊。那是怎么坏的？哎呀，审题啊，审题！我问你是改成靶子去，我不是问你椅子怎么坏了。哦，小明弄坏了这把椅子。靶呢？椅子前面啊。小明弄坏了这把椅子。那是椅子前面的量子靶。是你靶子去那个靶吗？小明把这把椅子弄坏了。哎，小红真聪明啊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所以椅子到底是怎么坏的？母慈子孝，母慈子孝。去玩吧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咱们交银击球图超话的主持人。哦，你好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？我是这样的，粉丝们呢希望您能每天表演一段戏曲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为了我们能更好的营业，被更多的人看到和喜欢呢。啊，我还是不明白。咱们是一幅著名的英戏图嘛，那每个游客过来却只能看到里面的婴童，看不到戏曲啊，所以请您每天表演一段戏曲，不然我们超话控评很辛苦的。你连英戏图是什么都搞不懂就说是我的粉丝？英戏图是指描绘儿童玩耍嬉戏的画作，是中国人物画当中的一种，寓意着多子多福，生活美满啊，并不是说什么画里边有婴儿跟戏曲的意思。哎呀，这些我们都懂，可是游客们他看不出来呀。为了让交银击球图出圈，我们还是希望您可以唱戏呢。脱粉吧，再见。都什么人啊，这都是。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。母慈子孝，母慈子孝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我有问题要咨询。嗯，您讲。距离我家孩子高考只有3856天了，可是孩子完全不紧张，每天就是打游戏，我们家长压力很大的呀。教育焦虑我也有，每次辅导作业的时候呢也是鸡飞狗跳的。不过您现在就担心高考是不是有点早呀？这还早啊，我恨不得给他报100个补习班呢。我也给我孩子报过绘画补习班。宋代也有补习班？对呀，宋代人啊提倡教子当在幼，无论是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、茶艺厨艺都有补习班，就连打官司的宋学都有培训班呢。主要是吧，我家孩子不爱画画，只爱锤玩，后来呢我也就顺着孩子天性，这不锤完锤到故宫博物院了。哦，受教了受教了，那我去跟孩子打游戏了啊，谢谢您，再见。也不是说打游戏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喂喂喂，啊，是我被接听了对吧？嗯，是的。哎呦，侬好呀，主持人，
哦，是这样的哦，我想让我的儿媳妇啊生个二胎，可她就是不愿意呀、啊，眼瞅着她就要度过生育的黄金年龄了，有啥办法能让她生个二胎吧？哎呀，那您可问对人啦。我们教音机囚徒啊，就是为了鼓励生育化的。哎呦，真的呀！我就说瞅着你们画里的小孩啊，特别的可爱。那必须的。宋代那会儿啊，因为打仗，人口流失特别严重。后来政府呢，为了鼓励生育，就让宫廷画师画了许多可可爱爱的婴戏图。老百姓向往婴戏图里幸福美满的生活呀，就愿意生了。哎呦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呀。您啊，只需要把我们娇音击球图挂在墙上，您儿媳妇儿天天看着，没准就动心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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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办法好，我这就去买他个20张，每天挂在墙上。啊，好。还挺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还是我，咱们娇音击球图超话的主持人，请问在婴戏图里唱戏的事情，您考虑好了吗？我不考虑。来来来来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那个店，过了那个店您得等一年。别看马云他家货物全，那都没有这把剑，强东搜货搜搜快，那都不如您现场买。您要问我今天卖什么，看我老李家这限量版的流光大宝剑。本人名叫铁拐李，八仙过海我第一，吃土豆我从来都不洗。你要问我为啥他不洗，因为我这宝剑它能削皮，它能切薄，能切厚，老舅能跳迪斯科。那么左手跟我一起刮土豆，在你右手边刮菜板，那么右手边跟我一起刮菜板，在你左手边刮土豆。生一个我生一个再没回家，在那生一酒吧，没管他谁跟谁个。您又要问了，这宝剑它是什么价？跳楼价98，您不白花啊？98买不了吃亏，你不败家。利剑图明朝画成到今天，老李的口碑是靠大家传，青花珐琅全是宝，那也没咱这宝剑好。有问题您来找我，家住在故宫，绝不跑。有人又说了，你削个水果蔬菜非好汉，有本事你切肉来看一看。好，您可瞅好了，宝剑轻轻放，一样变两样。我这宝剑它是铸铁造，铸铁造它最牢靠，一辈一辈你可劲儿造。我老李这宝剑大家夸，因为利剑图它是院体画。有人又问了，什么是院体画？院是皇家院，体是帝王体，最早从商周造，到了唐宋是高潮。院体画它有御用性，好坏皇帝来判定，故宫文创搞得好，皇家认证才可靠。切完肉来开始剁，剁的肉馅的碎又糯，年轻人为啥全都点外卖，还不是没有宝剑来切菜。八仙过海显神通，宝剑切菜最轻松。若我这宝剑它不好，吕洞宾他得被狗咬。对不起了啊，老吕，我老李刚才说了这么多，还不是想让您买的明明白白，回家不挨说。别徘徊莫犹豫，徘徊犹豫您白来，要买件没问题，现金刷卡都可以，只要您身边带着小手机，我老李这还有扫码支付的高科技。你能不能切我这个试试？哎呀，顾客的东西我可动不得，老李讲究的是职业道德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来吧来吧。切嘛。
我就觉得是骗人的，你说呢？哎呀，他肯定是骗人的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哎哎，等一下等一下啊！俗话说得好，人是铁，饭是钢。这宝剑他也累得慌，各位老铁您就耐心点，让这宝剑他歇一歇。哎，老铁，来，哎，回来，老铁，不是，价格可以压一压，保证回家老婆夸。哎，油墨蹭狗。老李啊，哎，咋了板啊？啥事啊？我那个剑磨得怎么样了？磨着呢，你听听啊！哎呀，哎，你放心啊，我这可是明朝老字号啊，绝对给你磨一把神兵利器啊！你先等一下，关于这把剑的造型，我还有不同的想法。啥子？张总，哎，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这都开始动工了，你现在跟我说还有问题？你不是刚开始动吗？好嘛好嘛，你想改成啥子样子哦？我可跟你说啊，这可是最后一版了，你再往后打死我也不改了。等一会儿，微信图片发给你。看到了没有？这是啥子玩意儿嘛？奥米加圣剑，没听说过？这可是圣骑士帝皇龙假兽手中的宝剑。可是有两大究竟体，战斗暴龙兽和钢铁加罗罗兽合体成奥米加兽才进化而来的。这剑要漂白，剑身每隔两厘米都给我向上钻，中文、英文、拉丁字母、数码兽纹各溜一圈。还有这剑柄啊，给我装上五彩 LED 灯，拿在手中自带光芒。哎呀，考斯，咱们中国的传统宝剑那造型也是很好看的呀。那些都过时了，现在就流行二次元。再说了，你要不做得好看一点，我怎么拿它去 PK 阿尔法兽王龙剑的王龙刃呢？咋个琢磨？能不能做？不能做退钱了。不能做也得做呀，这个谈钱就伤感情了啊。哎呦，你别说啊，你这个剑的这个造型很有设计感嘛。哎呀哎呀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一周的时间，下周我就要。一大把年纪了，还玩什么二次元，恶心。老李啊，咱动工了吗？哎呦，我说张总啊，您就别催了，我这刚磨了两下，隔壁邻居就投诉了。你放心，我不是来催工的，我呀就是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啥事儿？刚刚店主告诉我，圣骑士帝皇龙假兽的装备没货，所以呢，我打算扮成关二爷去参加漫展，所以这剑就得改成青龙偃月刀。改成刀？哎呦，我说张总，哎，你刚才怎么答应我的？最后一遍，最后一遍了，你改了999回了，你改个锤子哦！我说你们重庆人脾气都这么火爆吗？能不能改？不能改换人了啊！好嘛好嘛，我改。一个剑，一个刀，咋个改嘛？这次要改啥子哦？啊，是改阿卡47，还是改加特林哦？我给你改个原子弹好不好嘛？你们这些甲方说话就像放。不，那我不要了。不，对不起，张总。
漫展取消了，这剑呢我让你做了100次，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，所以呢你把定金留下，剩下的钱退我就行。啊，对对对，不是，钱不能退，张总。虽然这个漫展取消了，但是这个岛你可以拿回去嘛，啊，做纪念。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？就是把菜刀，我还能切切菜。没得问题，菜刀好干。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，说不过去，说不过去。说得过去，说得过去。那这样，菜刀就菜刀吧，啊。有点有点啊，高气高气啊！哼，出了点点钱，就把自己当大爷，下方都是一个样子。呸！网友朋友们大家好，有没有想朕呢？朕是想死你们了，最近都宅在家里是不是很寂寞？我看啊，博物馆里面那个云互动积极了不少啊，朕甚是欣慰。但是啊，有一些质疑的声音，朕派工作人员收集了一些恶评啊，我想在这儿一一跟你们回应一下。我们先看第一个网友种花家的小兔兔说，雍正你为什么要扮成洋人的样子？你是不是崇洋媚外想移民？这位小兔兔网友你好呀，朕之所以 cosplay 成洋人的样子，那是因为当年九子夺嫡，朕为了麻痹其他皇子，所以自称天下第一贤人，其实啊就是韬光养晦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的阿玛呀那会儿啊对西洋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，我呀是为了哄他开心，所以啊你要了解这些历史的常识，这样你就不会误会朕了。下一位网友历史大神说，雍正当年私自篡改遗诏，把传位14皇子改成了传位余4皇子才得以登基，简直是欺君罔上，谋朝篡位。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这位历史大神，你是不是地摊文学看多了呀？啊，这满清皇帝的遗诏，那是既有汉文也有满文，就算汉字加一笔能改，满文你改得了吗？你要是想了解真正的历史啊，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啊。下一位，这个网友大清王妃说，四郎啊，甄嬛是不是真的跟国郡王有一腿？不仅给你戴了绿帽子，而且还让你喜当爹了。这位大妈，你是不是追剧追魔怔了？那是电视剧啊，虚构的，而且还有那些个编剧，能不能尊重一下历史啊？不要胡编乱造了，这会误导大众的。下一位网友铁血真汉子说，听说这个血滴子是雍正特务组织发明的暗器，形似鸟笼，能远距离取人首级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我有必要说明一下，朕确实有这么一个组织，它叫沾干处，而且啊它是朕在皇子的时候给朕捕捕鸟啊，捉捉蝉啊，这么一个组织。但是之后呢，因为太闲了，所以啊顺带手帮朕打听打听消息，哎，所以你说的那个什么血滴子啊，朕可是没有见过，这是莫须有啊。哎呀，这些个网友啊，下一位网友每天一点心理学说，听说雍正疑心病很重，天天害怕自己的皇位被夺走，不仅对当年参与夺嫡的阿哥一一清算，还处死了年羹尧、隆科多这样的大功臣，看上去很是残酷，
池泽心里非常脆弱，对不对？可笑，朕心里健康的很。你说的那个隆科多，结党营私，私藏玉蝶，军机处判其大罪41条。至于那个什么年羹尧，更是犯下92条大罪呀、啊，理应株连九族。但是朕念起他们曾经有功，一个囚禁，一个赐死，亦是仁义了。至于朕的那些兄弟们，罪有应得吧？啊，下一个。这个网友，我的 idol 是顶流，说他说，偶像剧果然都是骗人的。我本来以为四阿哥就算不是《步步惊心》里那样的，也应该是《宫锁心玉》里那样的，没想到比《甄嬛传》里头的还老还丑。你还我四阿哥，这是哪儿来的小头骗子？竟然敢说朕比不上那些小鲜肉！那些拙劣的演技根本演不出朕当年的风采，真正能把朕诠释得恰如其分的，也只有《雍正王朝》里的唐国强老师，其他那些，那都是瞎演、胡演、乱演嘛。关键，姐，昨天晚上被杀的是6号。由于这是第4晚，死者没有遗言哦。现在场上还剩3种身份，一个是狼人，另一个是平民，还有一个神职。那就从死者的左手边先发言，韩大人。现在只剩下3个人了。那么老夫预言家的身份就没有必要隐藏了，啊！昨天晚上我验的是朗灿朗状元，铁狼一枚呀、啊！德明，一会儿跟我一起票出这只狼人，我们就获胜了啊！不是，为什么要票我呀？我是女巫。韩大人，你不要以为德明大师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就好忽悠啊！还有，您既然污蔑我是狼人，那您预言家的身份必定是假。大师，票他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对这打打杀杀的游戏是真不会呀、啊，我就不在这里妄语谁是狼人了。但是我要声明一点，贫僧才是真正的平民。阿弥陀佛，准备投票，3、2、1。哎呀。德明大师弃权了，那韩大人和郎状元再次发言。这次郎状元先。大师，这可是游戏的最后一轮了，咱要再不把这个狼人投出去，咱就输了。想当年李煜要把韩大人当宰相，韩大人已经预料到南唐迟早要灭亡，不想沦为笑柄，每日在府里半夜宴，夜夜笙歌。他都骗过了李煜，奥斯卡都欠他一座小金人呢。看到没，巧舌如簧，颠倒黑白呀！啊，老夫这板上钉钉的预言家身份，你都敢质疑？想当初啊，李煜即位，我就断言他今后会成为一个千古词人，但必然也是个亡国之君呐。怎么样，后来是不是被赵家给灭了？啊？哎呀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啊！韩大人，哎。注意控制时间。好，还有啊，
李玉当初让顾鸿忠来监视我们，其实自打他进门起，我就发现这个人有端倪，但我并没有拆穿他们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知道他今后一定会把咱们画成十大传世名画呀。看看我的预言是不是一一都应验了，你还敢怀疑我预言家的身份？德明啊，一定要跟我票出这头负隅顽抗的铁狼啊。好，最后一轮投票开始。我宣布游戏结束，狼人获胜。狼人获胜？韩大人，你这个狼人就不要杀人有诛心了。哎，不是，哎呀，老夫不是狼人呐，老夫是平民呐。不是你平民，你在这带什么节奏啊？你为什么摇？贫僧才是那个真正的狼人，不如跳舞，唱歌就不如跳舞。阿弥陀佛，我真服了，我从来没见过两个好人在场上互咬成这样的，我说不了话呀。我大师，咱说好的出家人不打诳语呢，你这是犯戒呀，你就不怕菩萨怪罪呀？呵呵，游戏而已吧，菩萨是不会这么较真的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，老夫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。德明，你我多年好友，没想到你才是真正隐藏的高手。韩大人过奖了。姐妹们，姐妹们，我给你们 share 一个 good news。前两天呢，有一个制片人主动跟我搭讪，说要拍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姐妹片，现在正在各大博物馆里面寻找名画呢。真的？可是姐姐，这么大的项目，肯定有很多名画来竞争吧？哎呦，我的傻妹妹。你以为观众想看韩熙载艳艳图里那群大老爷们儿啊？当然是想看我们这种奢华美艳的唐朝贵妇了。是呀，你看咱们姐妹们一个个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 perfect。 唉，可是这唐朝的贵妇也不止咱们呀。是呀，所以咱们得现在赶快想想能出一个什么样的 story， 只要足够有卖点，够抓嘛，那电影一定是咱们的。哎，要不然就说说咱们这幅画的作者周昉的故事吧。周昉，我记得周公子当年在昭明寺画壁画，有上万人围观，他足足画了一个月，在今天这都算是个行为艺术了吧。他晚年的时候，新罗人四处重金收购他的画，说明那时候我们已经跟着周公子名扬海外了呀。哎，这个好，要不然咱们就拍他吧。哎呀，不行，周昉画了那么多的仕女图，徽善仕女图，游春仕女图，要是拍他，那咱们的戏就被他抢完了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好好好，那换谁呢？哎，我这有个月生印。月生这个我知道，那是贾似道的名号。这个南宋宰相风评可不太好，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小混混，谁知道后来竟然一路发迹成为了宰相，但是他的心思也不在朝政上。对对对，他最夸张的就是带着蟋蟀上朝，那个蟋蟀啊还跑到皇帝的胡子上去了。皇帝啊当时就应该把他给砍了。宋元的丁家洲大战上他居然临阵脱逃，后来被降罪贬官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最后死在哪儿了？哪儿啊？哪儿哪儿啊？厕所里。这耻辱的一生呢，可以拍成喜剧了。I like。哎，不好不好，那我们都拍成丑角了。哎呀，
那这个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咱们到底拍谁啊？哎，你们看我旁边的这个宣统御览之宝，咱们可以说说溥仪啊。对呀，咱们跟他那段日子可没少吃苦头呀。是啊，溥仪当时眼看着自己皇帝做不成了，那是带着我们这些名画财宝赶快跑路，可就是苦了咱们了。这一路上，一会儿天津，一会儿长春，那一段日子真是 very 冷 ，very 痛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咱们还差点被溥仪带去日本了呢，可不是嘛？幸好啊，半道上被苏联红军给拦截了。你还别。我是红花呀，我们现在已经呀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个项目可能要再缓缓了，投资人资金链断裂，咱们有缘再见吧。 What？ 喂喂，兄台呀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您为何老坐在这儿望着天呢？我呀，做诗有个怪癖，非得看着天空才有灵感。要是这时天上再飞过只虫啊、鸟啊什么的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啊，胖出来，下笔就来。不过我这颈椎啊，就落下了毛病，疼痛难忍呐。哟，那您这颈椎病算的是工伤啊？哎呀，现在这个年代，谁没点时髦的职业病啊？我这个毛笔手啊，不就是现在鼠标手的老祖宗吗？哎呀，现在苦的我呀，是连自己的字都认不得了，成天是写了下联，忘了上联。哎呦，哎，那你可曾见过大夫？这医馆呀，太麻烦了。不过我呀，上网查了个方子。试了几天，果然神清气爽啊。快说什么方子？吞口水。这口水呀，胜过千方妙药。哦，怪不得前几天我看见苏东坡站在城门口，领着一群老太太直挺挺地站着，感情是在吞口水呀。大家伙一块来吞口水试试啊。这吞口水能治我颈椎？你这个方子呀，一看就不靠谱。我呀，信奉的是朋克养生，穿护膝蹦迪，敷面膜熬夜，喝啤酒泡枸杞，一边作死一边自救。来，喝了它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怕是要中毒。哎呀，看来肾虚兄不喜欢食疗啊。来，我带你动一动。站好了，一秒钟就能学会。抬头。抬着呢。决定。决定。转圈圈。转圈圈。走。摇头。怎么样？哎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的颈椎不行了。傻子一个。哎呦，你这个方法呀，也不怎么样哟。哎呀。太白兄，你这又是什么养生之术啊？哦，莫不是归西大法？嘘，
我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能量。他是？不要惊扰他，跟我一起静静地去感受。他就在这儿，他就在这儿。一股巨大的愉悦在我的心中激荡，你感受到了吗？你感受到了吗？你感受到了吗？我感受一下。哎，哎，哦呦，哦，哦，哎，啊，哎，我的颈椎病好了！哎呀，太白兄，你的养生之术果然神奇呀、啊！佩服佩服！太白先生真棒。什么养生术啊？上回喝酒喝高兴了，这酒斗嗖都甩树上去，我撞了三天树，终于撞下来了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感谢各位为我的脖颈出谋划策，不过好像各位的养生之路都走不通啊。莫不如咱们再试试顺应自然法，规律生活，科学养生。愿咱们永远都做那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。太阳，太阳好啊！雨过风头黑，云开日角黄，万壁见海日，空中闻天鸡，日轮著双歌，月破悬雕钩。让我再找找灵感。怎么了你？我一直在想刚才的家暴新闻，我越想越生气。我也是，我气得胸口都疼。哎，你们说说，怎么一个男人有脸对一个女人拳打脚踢的？哎呀，丢不丢人？害不害臊？还是不是人啊？要是有哪个男人敢动我一根手指，我就放狗咬他。嗯，家暴这种事儿历代都有，你就说咱唐朝那个家暴男姚文秀，那把老婆都活活打死了，这上了公堂还狡辩呢，幸好最后得到了严惩。所以说啊，遇到家暴第一时间就要报官。要是换成我，肯定刚到底，学学房学龄的老婆，皇帝都不敢动她啊。这要怎么刚呀？哎，你们不知道吧，当年卢夫人不同意房玄龄纳妾，唐太宗给她两个选择，要么就接受，要么就喝毒酒。结果呢，这个卢夫人二话没说将毒酒一饮而尽呢。哎呀，瞧你们吓的，这个毒酒啊其实是醋冒充的。哎，这也是吃醋一词的典故啊。要我说，这卢夫人就是我的偶像。可是能有几个人像卢夫人这般刚强啊？哎呀，妹妹，这家暴只有零次和一万次，如果遇到家暴，就第一时间选择和离，要远离暴力，保护自己啊！哎，还有啊，那个新闻的评论说，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还有这么气人的？小黑，咬他！姐姐，冷静冷静。有些男的在一起之前，我发誓我某某人绝对不打女人，不然我就是小狗。在一起之后呢，汪汪汪汪汪汪汪。哎，想想在我们唐朝那会儿，虽然已经有了和离制度，但主动权在丈夫的手里，妻子即使被家暴了也不能主动提离婚。宋代好一点，女性可以主动提出离婚，但是啊得坐三年牢。
这大词人李清照也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得以远离家暴的。现在多好，婚姻自由了，那我就更想不明白了，都家暴了，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呀？你们说的都有理，但是如果离开了，带着孩子又能去哪儿呢？哎呀，这根本就不是问题。就说民国的董竹君，为了离婚还签了一份分居协议，上面说只要五年内带着孩子没在上海饿死，就签字。那然后呢？分居期间她没要过丈夫一分钱，后来还创办了鼎鼎大名的锦江饭店。哇，太佩服她了，有骨气。你又去哪儿啊？哎呀，我去找一支笔，在扇子上写上反家暴三个字，然后扛起这杆大旗。你乖乖回来吧啊。哎呀，你拦我干嘛呀姐？要想改话也得周访亲自动笔才行呀。我把这茬给忘了。行了，都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已经打了三个喷嚏了，哎呀，我快要不行了。姐姐怕不是感冒了？我好像对那个狗毛过敏。都怪那个周访，画室女就画室女吧，画什么花花狗狗的？不行，这样太影响我营业了，我得给小张打个电话，让他解决一下。又有好戏看了。这里是辽宁博物馆保安室，请问你哪位啊？我芍药。张铁蛋儿，你居然敢挂我电话！拉倒吧，昨天我还看着你抱着他呢。我不管，你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可是唐代仕女图传世孤本。传世孤本，中国十大名画，辽博镇馆之宝。镇馆之宝，我簪花仕女图第一女主角芍药。我要是病倒了，看你怎么跟馆长交代。看你怎么交代。行了姑奶奶，我确实处理不了啊，你说我又不是周访。你怎么就处理不了了？那狗不是拼贴来的吗？你再贴走啊。啥拼贴来的？对呀，这可是72年故宫专家重新装裱我们的时候发现的，说这鹤啊还有这狗都是剪裁来的。我们看着小福林狗这么可爱，你们忍心让它无家可归吗？它不能走，我们能走啊。你们上哪儿去？富春山居图，在山上给我来个大别野。啊，以我的身份也应该换个好环境了。过敏啊没准就好了。对，我们要住大别野。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？咱们馆里没有。圣山图那一半还在浙江省博物馆呢。什么圣山图啊？哎呦，你们不知道啊。这顺治年间一把大火就把这个富春山居图给烧成两半了。那另一半呢？另一半无用诗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呢。我不管啊，我就是要搬家，我就是要住大别野。
富春山居图不行，千里江山图也马马虎虎吧。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呢，咱国里也没有。况且你有身份证吗？能坐飞机吗？你根本去不了。那清明上河图总行了吧？环境虽然差了点儿，那好歹也是市中心豪华大 house。这回该有了吧？我可知道咱馆里有幅求英版的呢。切，这你们都知道啊？我们可是在皇宫里待过的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？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啊，清明上河图里那狗可老多了啊！乱叫的，不拴绳的，没打疫苗的，你们能受得了吗？哎呀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搬家。嗨，堂堂辽宁博物馆保安大队长，连这点事你都办不了，哼！哎，对了，神骏图里前两天说缺个修马蹄儿的，正招工呢，你俩去那儿吧。你竟然敢这么对我！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一天天就知道给我打电话，嫂子你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喂，喂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无惊无险，又到五点，终于快下班了。哎，听说今天晚上要下雨了。你看天气预报不行吗？问我干嘛呀？咱俩隔着一道屏风，你那儿比我快一个小时，这天气预报哪有你准呢？刮大风，没雨。几级风？我哪知道几级风啊？包你这么烦人的男人在我旁边，讨厌。哎，怪我喽。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。呦呦呦，别拿鸡毛当令箭了，还组织给你的任务，说是让你监视韩大人，实际上呢就是来这个 party 混吃混喝。我又不是没有工作是吧？而且可惜那个时候他没有手机，不然我这一路不就可以交差了吗？这有手机还用派你来啊？真的是，这说话都不过脑子，烦人，走开走开。行行行，我不烦你了，行吧？啊，我刷微博，哇哦，凛凛啊，这个身材哦，简直了！还凛凛哦，你的凛凛刚才宣布结婚了哟。什么？和谁？你管跟谁呢？反正人家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绝配。不可能。偶像不能结婚的啊，不然大家都会脱粉的。脱粉又怎么了？人家现在可幸福了呢。Stop！ 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别搜了，谁让人家比你快一个小时呢？这可是突发新闻，热搜都爆了。快一个小时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你那儿信用卡账单还比我早到呢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又不是不用还。哇！这创造808的成团 C 位竟然是他！你闭嘴啊！莫名其妙的话语，莫名其妙的话语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哎呀，你最爱的那个破案剧也更到最后一集了。大姐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哟，我这彩票开奖了，开奖了，开奖了，开奖了！
重啊。哎，好姐姐，屏风隔壁的仙女姐姐，你把你那儿的中奖号码告诉我。你确定是这些号码吗？我可是押上了所有的钱。哎呀，没错，准没错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奖！中了，真的中了！哇！且再笑，别高兴得太早，仔细看看你的彩票。号码没了，变成白纸了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是谁？我是画家本家顾鸿忠嘛。年轻人，一夜暴富都是幻想，时差仅仅存在画里而已。命里无时莫强求啊。哎呀，走，不干了。哎，回来回来，别冲动。你们说女团那么火，不如啊你们去参加。动情一点。我五岁就远离了父母，来到教坊接受专业的歌舞训练。我是我们全村的希望。说重点。我们入选了中国十大传世名画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虽然看上去很风光，但其实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韩大人的宠姬王屋山身上。后来我们被末代皇帝溥仪带着四处流亡，吃了不少苦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当时就不敢这个通告了。我觉得我当不上明星。嘿，你说那些有的没的干嘛呀？你
来点正能量。抗战胜利，大师张大千从琉璃厂中救回我们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终于重回故宫。感谢祖国，让我们拥有重回自己舞台的机会。好好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其次，作为女团，必须要有人设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就像韩大人的人设就是忧国忧民，擅长表演。别让人听见。你，学霸，回头送你出国镀个金。哇，上个伯利利音乐学院。你，吃货，记得说以后自己呀、啊、吃很多。就是不长肉。你，就努力人设吧，回头把微博名改改。好，那我就叫怀挺怀挺再怀挺。我加油，我努力，努力。姑娘们。记住了，要想吸粉啊，必须活成人设的样子。那我就是可以是学霸，是是哎，你就是干这么着。终于，我们到了最关键的一步。并作为一个整体永不分离，就叫五仁月饼。哎，听着就很有食欲，同意。来，姑娘们，我们练习一下亮相动作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来来来啊，啊，听我口令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五仁月饼。就这样还想出道啊？白白浪费我的感情，哼。说面膜代言给隔壁的簪花仕女团了，啊？凭什么呀？他们有咱们碧丽、琵琶、古筝和笙吗？就是啊。再说了，咱们这花容月貌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气质有气质，他们比得了吗？就是。他们说咱们的皮肤状态差，你看你们一个个熬夜熬的，大眼袋、黑眼圈，连皮肤都下垂了。哎呀，那不是熬夜，是失眠。可是咱们得给皇上演奏啊，还要整天参加这种盛大的 party。要不是这碗咸茶汤啊，我眼神早都失焦了。别喝了，别喝了。哎，我都失眠到脱发了。啊？你是为什么呀？哎，还不是我的这个坠马剂，它只往这一边坠，我这头皮坠得我根本就没办法睡觉，这头发呀，这咔咔的往下掉。哎，原本啊，我这发剂。是二斤半，可现在就剩下八两了。我也失眠，我是属于知道什么情况，但是也没办法。那你是为什么呀？看到画旁边那个垃圾桶了没？啊，每天都有好多人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垃圾。哎，你说啊，这个湿面膜它明明是干垃圾，它非要扔到湿垃圾桶。瓜子皮嘛，明明是湿垃圾呀，他非要扔到干垃圾桶。哎呦，我有强迫症的呀，我一闭上眼呐，就是垃圾扔错了，我根本睡不着的。看看看，黑眼圈熬出来了。要我说啊，睡什么睡啊，起来嗨呀，我也早起来。哎，停停停停停！怎么了？咱们怎么又谈上了？再说了，这个春节序曲又不是胡月，胡月也是要与时俱进的嘛，中
中间有一段我总感觉差点感觉，来大家听一听啊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咱们放过彼此吧啊，越吹越精神的根本就没法睡呀。话说隔壁韩熙载夜宴图一天到晚的开 party，又是打鼓又是蹦迪，吵得我脑仁都疼，刚想睡就被惊醒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看来大家也都不容易啊，今天无论如何我们再试一次，请各位保持好一个非常舒服的睡姿。红豆上麦，别喝了，关灯睡觉，今天一定要成功，一定成功。几位老师，咱们节目一会儿就要开录了，彩排一下呗。好的好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文人吐槽小会，本期嘉宾非著名诗人肾虚公子刘肾虚。哎呦，确实是有点虚啊。接下来著名边缘诗人，嗯，哦不对，是边塞诗人，只流传了一句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岑参。啊，最后是我们本期主咖，他是时下热门手游英雄，他曾勇夺华语年度最佳金曲，他就是如果能重来就一定要选的李白。哇哇哇哇哇，首先我们有请肾虚公子。诗仙李白，每出一首诗不是废就是爆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大家都是才高八斗，怎么就他一个人能出圈呢？后来呀，我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他的诗根本就不是他写的。真的吗？李白斗酒诗百篇，他的诗啊那都是酒写的。李白啊李白，这个小机灵鬼早早的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嗜酒的人设，整个长安城都知道请李白写诗五斤酒起步啊。所以说啊，要出名三分靠才华，七分靠人设。哎，白兄，佩服啊佩服。这个肾虚公子所言不虚，我也正是结识了李白之后，哎呀，这个酒钱啊是真没少花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岑参。什么叫李白最擅长的是搞人设，人家最擅长的是搞人际关系。哎，你们去看看李白的朋友圈，什么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，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赤裸裸的吹捧啊。吹捧。哎呀，把这个孟浩然汪伦哄的呀，哎呀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屏蔽你。哎，别这样别这样，太白兄下次发票圈记得艾特我哟。哎呦，太白兄稍安勿躁，
请允许我打个广告先。首先，我们要感谢本节目的出品人，也就是文苑图的作者周文巨先生。其次，要特别鸣谢场地支持王昌龄先生，正是因为您，才让我们相聚在此地，江宁琉璃堂，才有了如兰亭雅集般吟诗作赋的好机会呀！谢谢您，王总，继续投资哦。最后，我们最最激动的反击时刻就要到来了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李白。呜呜呜呜呜呜！刘慎虚，哎，你说你作为一个唐朝诗人，《全唐诗》录用了你15首，可《全唐诗》一共有近50000首诗啊。岑参，边塞派代表诗人，和高适并称高岑。小高一句“莫愁前路无知己”，你一句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你看，你俩这个“一招鲜吃遍天”的组合真的是绝配呀！胡说！啊，我的很多诗都在语文教科书上的，好吗？哎呦，这个诗人界的 top one， 哥已经做了1000多年了。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举杯消愁，愁更愁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。你要是也能写出这样的诗句，你也可以狂妄，狂妄如我。完美，彩排很精彩。各位老师先放松一下，保持状态，我们一会儿开录。咱们今天状态不错，姐妹们，咱们拍几张照片吧。好啊。哎呦，我来，来看这里，3、2、1，好了，发群里啊。嗯，好。碧丽，这个八字眉画的不错啊，特别显脸大。我最近啊关注了一个宝藏博主，八字眉只是起步，重要的是高光，一定要打到耳朵后面去，点一下大3倍。对着你们，哈，直男，怎么了，顾正姐？我不是把刚才的照片发到朋友圈了吗？你们看看套马的汉子在底下的评论。姐姐琵琶都劈弯了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顾正姐，怼他，懒得怼。这种人啊，我见一个拉黑一个。哎呀，你就是人太好了，要是我非得在朋友圈挂他个3天3夜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千万不要跟直男生气啊，往往你都气死了，他们还不知道为什么。哟，张姐有故事呀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奇葩了？我们讲讲呗。还真有一个自我感觉特别良好，上来就给我谈条件。是高富帅吗？什么呀，身高体重都是160，说自己是什么高管，俸禄100万。百万？要不我推给你啊。
也不是不行啊。你得了吧，人家上来呀就啪啪啪给了我18个条件。哇，是不是那种长发及腰，前凸后翘，孝顺公婆，言听计从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？不止呢，还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最好还要会缝缝补补，辅导小孩的全套功课。他说想要看我卸妆，看我素颜的样子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是怕我长得丑，孩子将来遗传我。太过分了，这种人还真把相亲当作面试了呀。上回我遇见了一个男的呀，说要带我到富春山居图去买别墅啊，房子不写我的名字，吹牛都不带吃亏的。姐姐，那你后来怎么回的？我呀，茶汤里10斤盐给他放下去，我齁死他。哎，盛小妹，上回花姐给你介绍那个男朋友怎么样？别提了，花姐说他外甥跟我非常般配，结果那天他加了我的好友，跟我发了个你好，咱们不是就排练去了吗？就没顾得上回他。哎呀，然后18个夺命连环call。不是，结束我一看手机，人家留言说，我的心寒不是因为你的冷淡，而是因为我们有缘无分而感到遗憾。我心寒不是因为你的冷淡，而是为我们的有缘无分感到遗憾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收。哎，果亲王给我点赞了。我看看我看看，他也给我点赞了，也给我点了，但是他只给我琵琶姐姐一个人留言了。哎，等会儿，谁？果亲王？你们怎么都有他的微信啊？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，不愧是老夫最爱的梅花。阿嚏！先生您没事吧？这喷嚏可不能随便乱打，您不要吓小童。大惊小怪，天气这么冷，我不是让你上网买个取暖器备着吗？东西呢？回先生7天前就下单了，可能疫情关系，商家迟迟没动静。愚钝，你就不会打个电话问问吗？下午好，欢迎致电大米电器客户服务中心，自助语音服务请按1，个人服务请按2，公司服务请按3，投诉及建议请按4。这个年龄大了，听了后面忘了前面，摁几？咱们是个人客户，按2。啊，2。电视请按1，空调请按2，洗衣机请按3，冰箱请按4，洗碗机请按5，电饭煲请按6，电烤箱请按7，电动牙刷请按8，扫地机器人请按9，热水器请按10，空气炸锅请按119，取暖器请按120。120，120，什么120？谁出事了？哎，取暖器120，哎，120，快！12。对不起，您的选择已超时。哎，太难了。欢迎致电大米电器客户服务中心，电视请按1，空调请按2，洗衣机。尊敬的大米客户，感谢您订购大米取暖器。门店订购请按1，线上订购请按2，
人工服务请按零。人工服务，人工服务。哎，淡定淡定。零。对不起，当前作息忙，系统将自动为您转接智能客服。嗨，我是智能客服西米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何为智能客服？应是时下最热门的高科技，咱们跟他说也行。你好，西米阁下。老夫在网上订了一台取暖器，等了7日还未到，天这么冷，老夫可是要冻残了。对您的遭遇，我们深感抱歉。这个服务态度才像话。好了，老夫就不追究了，只想问一下何时能到。非常抱歉，给您带来不便，西米给您说声对不起。我说了，我不需要道歉，只想问一下何时能收到东西。顾客是上帝，顾客永远是正确的。顾客可以骂西米，西米确实不是东西。老夫身为北宋著名隐逸诗人，岂会辱骂于你？你可千万不要污蔑老夫的清白。非常抱歉，给您带来不便，西米给您说声对不起。这是何意？为何只会道歉？先生，我来。给我们转人工客服，快。好的，请稍等。通了通了。欢迎致电大米电器，您好，工号9527为您服务。你好，我在你们这儿订了个取暖器，已经7天了，什么时候能到啊？好的，请您稍等。您的问题我们已经登记了，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您？那还有多久到货呢？这边已经替您记录下来了，一般30个工作日内会给您反馈，请问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30个工作日，冬天过去了，还能有什么问题？既然您没有其他问题，稍后请您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。满意请按一，非常满意请按二。算了，取暖器老夫不要了，老夫自己抖。哎哎，上班了，上班了！哎呦，13，哥，你数啥呢？14，哥，数秃子呢。哎呀，你说说你啊，这护板呢是上朝的时候用来记录皇上说话重点的。你可倒好，你个5品以上大官，哪个象牙护板能数秃子呢？你不懂。我这是在统计大数据。哎，你们看那边那个穿格子衬衫背着电脑包的那个小哥，这一看就是被996残害的程序员，重压导致英年早秃。15，哎呀，这挣的钱还不够植发的呢。根据我的数据表明，压力直接作用于发量，等突如其来的时候啊，不得了。哎呀，回想前几年呢，老外来故宫看咱们的时候，旁边都跟个小翻译。哎呀，那小年轻意气风发的。你瞅现在，一个手机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我们这翻译啊，真是压力山大呀。翻译老弟，想当年我为藏普、松赞干布求取文成公主的时候，我与天竺、大石等各国使节同场竞技啊。为了应对太宗皇帝6世婚事，我是绞尽脑汁，差点一夜秃了头发呀。那题目一个比一个刁钻呐，就比如100匹母马
跟100匹马驹同时放一块，如何辨认他们的母子关系啊？等等，这个如何辨别呢？亲子鉴定呗。不是，把马驹啊关一天，不喂水喝，第二天把马厩大门打开，这小马驹啊就各找各妈吃奶去了。试问你有这样的智慧吗？哎，行，你赢了，行吧。不过压力使人头秃，你这是留下后遗症了吧？其实我作为大唐的典礼官，经常迎接各国使者觐见圣上，哪回不是心惊胆战，生怕说错了话呀？再加上我在这一红就是1300多年，多少目光看着我，谁的压力不大呢？哦，原来老哥你也……面对压力，赌不如输。你看，为何我的毛发如此浓密？防秃自有窍门在。哦，此话怎讲啊？哎，你们看这个泡泡膜，你把它垫在护板的上面，对吧？路过的游客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你在捏泡泡。哦，哎呦，不错哦。哎，捏完了。那我呢？我没有护板呐。哎，我给你这个。哦，哇哦，哦，布达拉宫。哦，蓝天白云，我的家乡，我的天堂，好治愈啊。哎，这是我的，你自己去买一个去呗。哎，你在哪儿买的？哎，对啊，还有那个泡泡膜。哎，给你们推荐一家店。噔噔噔，哎呦，噔噔噔，哎，这家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减压神器，啥都有。哎呀，这泡泡膜1块钱一个呀！哎 ，VR 眼镜只要199，我现在就下单。微信到账199元。原来是你的店呢，哈哈哈哈。征吊伤，造下童，官家的琴技堪比蔡邕、陶渊明啊！但是官家弹错了。官家信奉的是道家，讲究的是道法自然。你呀，还是境界太低，不能体味各中意味。简直毫无底线，毫无原则，简直不可理喻。天天吵，天天吵，打宋朝起你俩就没停过。这么爱吵，莫不如来一场正大光明的辩论。老板有问题，要不要说出来？绿青家，你先说。老板有问题，我认为必须要指出来。自古以来受百姓称赞的都是有勇气、有胆量说实话的谏官征臣。前有大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，成就贞观之治，被称为一代名相；后有大宋王安石熙宁变法，直言极谏，造就文功美名，趋炎附势。哼，那叫奸佞小人。我认为呀，
这不是勇气的问题，这是一个人基本情商的问题。道理需要人讲出来吧，老板需要的是你来帮他解决问题，懂吗？解决问题，如果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拍老板马屁，靠这样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只能说明你的劳动很廉价。我哪有拍老板的马屁，我只是希望老板能开心一点，我默默地为他分担工作上的压力呀。只有老板发展好了，我们的发展才会好。真是说到我心坎儿里了。分担压力，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，你的工作不过就是陪老板吃吃喝喝，逛遍青楼，修建公馆，再看看美女跳舞，好不快活呀。你哦，对了，听说咱们这幅画也是老板忙里偷闲画，工作时间划水，不知道洪大人当时是不是在一旁作陪呀。有些业余爱好怎么了？老板画的那些画为我们大宋文化的传播做了多大的贡献呢？啊，书法独创瘦金体，花鸟画自成一派怨体，我还喜欢书法。你是书法名家，听说你的一幅字值22,200银，老板都愿意买回家欣赏。哎呦，你夸夸他的画，他买买你的字儿，这得算是知识付费了吧？你金兵入侵大宋南迁的关键时刻你在哪？就是因为你没有指出老板的问题，才导致了最后惨烈的结局，大宋灭亡根本就是你害的。胡说，我没有指出来，你指出来了吗？你个马后炮。我马后炮，你马屁瓜，你个臭西瓜，烂香蕉，你臭榴莲。我反弹。够了，时间到了。可以啊，平时看不出来你战斗力爆表啊。这场辩论你赢了，官家过奖了。我的能力和官家相比，那是小巫见大巫了。你说的也不错，深得我心啊。真的吗？角度很刁钻，论点很高级。你个烂西瓜。从官家的琴声当中，我听到了一分欣喜，三分自豪。莫非又有好事要发生？帝王群里出囚票，哦，唐太宗都没拿到的票被我拿上两张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什么比赛？是我的心头号，蹴鞠。国足蹴叙利亚啊，那可是国足出现的生死战呢。 能不能去卡塔尔就看这一场了。哎，我也知道二位亲家都是球迷，但是呢，我只能带其中一人前去。来来来，想去的举手。洪大人，你去吧。啊，我那天有事。绿大人，你去。巧了，我也有事，我去不了啊。你去，你去。绿青家，你把手举着，是不是想和我一同前去啊？举手？我没有啊。你看，这不举着呢吗？啊，
我这只手那是为洪大人所举呀、啊。哦，此话怎讲啊？管家，您有所不知，洪大人日夜操劳勤奋工作，已经累得手都举不起来了。胡说，我的手完全没有问题。哦，你举双手跟朕一同检举吗？管家，那个这个我脾气不大好，这个国足的比赛多看一分钟就少活一年啊，还是让绿大人去吧，他气点高耐气。洪大人，你啊，管家，您是了解我的啊，我是齐云社的铁杆球迷啊，我爱看蹴鞠，那全是因为宋朝第一球星高俅啊。想当年他在球场上那盘带，那球就跟粘脚上似的，那射门比射箭还准，那堪称宋代梅西呀、啊。可惜呀、啊，高俅退役了，中国足球啊，后继无人。绿大人，还是得您去，您专业，能帮官家从技战术的角度分析分析。那官家还用得着我分析？他可是历史上第一位成立蹴鞠国家队的皇帝呀、啊。国足的比赛，那还得是洪大人这种节奏大师去应援打 call 啊！我就让了，让了。绿大人，您言语得体，扬我国威，我让了，我让了。哎，哥哥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你去啊！弟弟放心，哥哥呀是真心想让你去，请，就你去。管家，为了看国足，我已经砸了三台电视，五个手机，不能再砸了。那你去。管家，我跟我夫人发过誓，我再看国足比赛，我就剃光头了。够了，你们这些伪球迷，你不去他不去，一个呐喊助威的人都没有，气势上就输了。国足怎么赢？你们就不能引成一股绳，为中国足球做点事儿吗？能不能？能。好，那就一人一张票。是是是是。最温馨的家庭祝福，输入卡号。哎，网上说不能轻易告诉别人卡号啊。喂，爷爷，爷爷啊，你是？我是允文呐。允文，你是允文？他说他是允文，骗子。我孙子早就不见踪迹了。奶奶，我真的是允文啊！当年呢，我乔装僧人逃出四叔的围剿，一直在寺内苦修，现在已经得道成为隐士高僧了。高僧？他真的是允文？你的口音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奶奶，我在福建待了许多年，口音受了点影响。对对对，当年有人不是说在泉州的开元寺见过允文吗？爷爷，当年父亲去世，我因过度哀伤而消瘦，你还问我儿承纯孝，故不念我乎？你还记得吗？真是我的允文啊，我的乖孙啊，我的乖乖呀、啊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我还是觉得这个人很可疑，该不会是电信诈骗吧？哎，我的亲爷爷，我可终于找到你了。孙孙啊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们派人去接你啊。对，你回宫来找我们吧。啊啊，
乖孙啊，你是怎么了？爷爷，应天府是我的伤心地呀、啊。哎呀，是爷爷糊涂了。你别难过，我们现在不在南京了，而是在台北故宫。允文呐、啊，我们买张机票去看你啊，要不我们打视频电话？哎，爷爷，来来，来日方长，有的是机会，别急于一时啊。可是我，爷爷，您二老收到我送的惊喜了没？什么惊喜啊？电子祝福卡，你输入卡号，我给你打养老金，孝顺您了。哎呀，原来这短信是你发的呀！哎呦，不用不用，孩子，能接到你的电话，已经是爷爷最大的幸福了。爷爷，我告诉你个秘密哈，这些年呢，我兼职写文章，靠笔杆子挣了不少的钱呢，一直想弥补一下这几百年对您二老的亏欠。爷爷，快把卡号给我吧。不愧是我的乖孙儿，有情有义有才华。快点给个卡号。你都还没问清楚呢。我的孙子我还不了解，你快点儿。你别让我在孙子面前没面子。哎呀。好了，你奶奶给你输进去了，别打太多啊，爷爷有你这份心就够了。哎，爷爷稍等片刻哈。看看我选的皇太孙他就是不一般。是我手机响吗？你想他就给孙子打回去呗。好嘞。您好，你拨打的电话号码不存在。看吧，果然是个骗子。不能啊，只拿到了卡号，他也取不到钱呢、啊。你看，通过病毒链接盗取密码，这么胆大包天，快查查咱们的银行卡。莫慌，我给他的账号是假的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哎呀，得妻如此，家门之幸啊。陛下也是关心则乱，真性情。哎，我倒是希望他多骗骗我。我的乖孙儿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可以开始了吗？坐直。这次二位荣登明代梦幻情侣排行榜第一名，能说说有什么爱情保鲜秘诀吗？把爱情放进冰箱里。重八，别闹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，在外人面前别叫我那两个字。凭什么不能叫？我心口的朱砂痣就是为了朱重八落下的。那还不是因为郭天旭不给我饭吃。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。夫人，陛下，夫人，陛下，二位方便展开说说吗？我当年投奔红巾军，死心塌地的跟着他的养父郭子兴起义。郭公对我还是不错的，可是他的儿子郭天旭真不是个东西。他不但嫉妒我的才华和美貌，还把我关起来不给我饭吃。我那时候担心他饿死，就每天偷偷给他送饼。是啊，他心肠好，可是脑子不好呀。刚出炉的烧饼他就贴着胸口放着，结果就落下了一个疤。我那时候既没钱也没地位，怎么补偿呢？也只能以身相许了。
你，哎呀，马大脚踩人了！你敢叫我马大脚？哎呀，我说你穿的这是鞋吗？这就是一条船呐！全京城的人都这么叫你。如果真的在意的话，为何还要阻止我去处罚他们呀？我不在意。哎呀，可是他们笑，还把你露出大脚的样子画在花灯上，谁也不许对你指手画脚。我说了，我只在意你的想法。哎，小脚也好，大脚也罢，由他们说去吧。谁让你是我的老婆呢？每当看到你露出马脚，我的心里就……你的心就……小鹿乱跑。夫人，陛下，夫人，陛下，船脚，你在这儿瞎画什么呀？给我看看。京，史上最重口味，马皇后或因像船一样的大脚成为明太祖的最爱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。陛下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陛下，这江山是能靠打打杀杀来稳住的吗？我知道这江山是靠夫人用水果稳住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夫人当时给了刘伯温那个老家伙什么样的水果，竟然让他自愿拍屁股走人了？果篮里就两种水果，右边一把枣，左边一颗梨，我这是告诉他要枣梨呀。啊，原来拿果篮当了信号弹。哎呀，夫人，你这手也伸得太长了，我这朝廷能不风调雨顺、长治久安吗？我就爱夫人这般聪慧贤明。夫人，陛下。哎，夫人，你口红晕开了。我就说吧，你迟早要把它玩坏，真是手欠。朕要运动运动，李官帮朕计数。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呀！你们想造反？亲爱的陛下，咱们谈谈呗。放肆！来人！那朕倒想听听，你们想说什么？我们要加薪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抬不撵这份辛苦。虽说古人画画有个恶习，这地位高的要画大些，可您这身材一个顶他们仨都不止，谁抬得动啊？就是，自从有了撵车鱼教以来，充当鱼市的皆是男子，宫中不撵从来也只是太监内侍来抬，咱们几个弱女子竟然在这里抬了千年，想想都心酸。何止是心酸，想那贞观年间，就算是咱们低阶宫女，一个月也能发上一贯开元通宝，这手头还能有点结余。这都什么时代了，一分钱都没涨。所以我们要求必须加薪，而且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制。你们休息了，观众看什么？不管，我们讨论很多天了，想要不影响画作也可以。给加班费，逢年过节3倍薪资。反正从现在开始，钱不到位我们就不抬了。
心态呀，心态呀，工作上千年了，难道只是为了钱吗？啊，梦想呢？个人价值呢？呦呦呦，您跟我们谈价值，这抬碾能有什么价值？你们抬的这是碾吗？不是啊，是你啊。糊涂！你们抬的是国家的脸面，朕代表着国体，而你们就代表着国威，你们还说你们的工作没有价值。姐姐稳住，这些饼可不是第一次画了，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，我们可不懂。不懂才要学，能在这幅十大传世名画之中，本身就已经是你们最辉煌的成就。像我宫中六居二十四司上万的宫女，被世人记住的能有几位？那有什么用，也没见我们升官发财。就是原以为只要够努力，怎么也能混个宫官当当。我一开始的目标是从三品御前上亿，结果呢到现在还是个底层宫女，哪个单位没点上升通道啊？哎，升职一事确实是朕疏忽了，朕每日为国事民生殚精竭虑，有一些细节考虑不到也是有的。各位劳苦功高，即日起均晋级女官，编入上寝局，位阶从七品。真的假的？说话算话。朕乃九五之尊，还能诓骗你们不成？不过这名画就该有名画的样子，诸位好好研究艺术，等以后博物馆参观的人多了，这加薪一事自然不在话下。是。好了，免礼免礼。为了保持状态，诸位还是得勤加练习呀。遵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蓝衣服的说你呢，啊，放下武器，说你呢，立刻放下武器。哦，别激动啊，放下了。现在这档口你还敢偷猎野生动物找事儿呢？偷猎？笑死我了，我用得着偷猎吗？哦，那你就是明着打呗。哎，不是不是，误会了警察同志。身份证出示一下。身份证？没有没有，我压根儿没办过呀。嘿，你这人问题不少啊。姓名？雍正。姓雍？如果说姓的话，我是爱新觉罗，名是胤禛。哎呦，雍正还一名啊？那本尊在此啊。你怎么不说你是后裔呢？我是想射射太阳。嘀咕什么呢？啊，年龄？差不多有300多岁吧。300岁？对呀。你看我1678年出生，1722年当的皇帝，差不多到现在。今天我是抓了个老妖精啊。怎么能是老妖精呢？哎，你不信是不是？《甄嬛传》你看过没有？我就是里面那个陈建斌。编，继续编。我爸你总得知道吧？康熙大帝，就那个陈道明演的那个。我真。还想再活500年？没关系，你接着讲，精神鉴定待会儿给你做。不是警察同志，我都实话实说了呀。行了行了，你倒是说说，拿着弓箭在这儿娱乐什么呢？我这弓箭啊，是模仿那个成吉思汗射大雕呢。哎，我原来还扮演过那个村夫、道士、文人，那都成一个系列了，而且每次都有个主题呢。你比方说那个东方朔偷桃了，
阮籍起作弹鸣琴了。哎，我最满意的是那个穿西洋服打老虎那个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不要太帅哦。嘿，还打老虎？吉二同志，没有打老虎，我呀，就是偶偶造型，咱不能伤害小动物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我这剑呢，剑头都是钝的，压根就没有开封啊。是吗？啊，所以你是 cosplay？ 对对对对对，就那个 play。看不出来呀，一把年纪了还玩这个。哎，这个只是我一个小小的爱好，但我这个爱好啊可是有讲究的。你就比方说这个射雀吧，这是自我阿玛那个年代就开始了。每到秋季，皇上都要亲率八旗子弟去木兰秋显。自我登基之后啊，我是一次都没去成，所以只能在这儿 cosplay 过过瘾了。搞了半天，你真是雍正啊！ cosplay 可以，可别真伤到动物。非法捕猎、盗杀、贩卖野生动物，那可都是重罪。咱肯定不能干这个事儿。那非法捕猎野生动物，那是人干的事儿吗？那害人害己，天理不容啊！咱不干那个事儿。得嘞，原来都是误会。那您继续，回见。吃食也不多了，只要与我妻梅花对望，还食什么人间烟火？先生虽归隐山林，可这名声无法隐没。我分明记得北宋真宗、仁宗二位皇帝再三交代地方官府，要时常探望，多加照拂，怎么毫无动静？送过了就是情分，都是意思账。不行，我去找他们要。哎。这个急脾气，冰清霜洁，昨夜梅花发，渗出玉龙三弄，生摇动枝头月。先生，讨到钱粮了？快了，需要您的纳税证明。啊，吾乃一介隐士，又身在画中，何来纳税一说？对哦，我去说与他们。哎，谁又不知道呢？这天气确实寒冷，也不知道小童事儿办得如何了。先生，先生！哦，成功了吗？哎，快了。官府说，既然不纳税，那就需要开一张不纳税证明。我找咱财务写了来，但是还有一个身份证明，您要证明您是您，我是我，我替您去，您钱我去。那我就是我呀，还要怎么证明？先生，您可以找咱们这幅西湖迎趣图的画家钱选呀。他？对呀，当年他因仰慕先生以梅花为妻，以仙鹤为子的清高情态，特画下此图，对您不可为不了解啊。有理，他毕竟是吴兴八骏之一，也算是有些身份。这样，你去烦请他来替我做个证明。哎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
这官府的办事效率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呀。取到了吗？那又缺了什么？管事的说，钱选是南宋人，先生是北宋的，时代不同，证明无效。岂有此理，简直胡闹。后来我只好找咱故宫博物院院长，好在他沾图熟，算是搞定了。所以白条虽因天寒地冻，库银不多，无法兑现抚恤林波先生之银两，待春天请先生本人带其证件和材料，在规定时间内到临安县衙西侧便民服务大厅办理相关手续，见谅。先生，你怎么把取款凭证给扔了呀？罢了罢了，若是我饿死了，你就在我的墓碑上刻上“湖上青山对结庐，坟前修竹忆萧疏，茂陵他日求遗稿，游喜曾无风扇苏”。先生，哎。两位老哥，我这有张 KTV 欢唱券，要不然晚上咱仨走一个。哎呦，好是好，但是陛下邀请我们下班以后一起去健身呢，这溜不开呀。哎，老哥，职场请假是门学问啊，而且请假理由我都想好了。东三兄，你肯定没问题，至于李官大人嘛，哎，以我和皇上的关系，你们先上，我压轴。哦，陛下，何事？陛下，臣想告个假。为何？启禀陛下，臣方才收到了纽约时装周的邀约，他们要办一场唐装秀啊，想要取经。哎呀，更加深刻的领悟我们盛唐服装之精髓呀，所以臣想回去准备准备。好，当年我大唐的丝绸纺织工艺对后世影响深远，此等文化交流之大事是要好好准备准备。准了，谢陛下。陛下，我想请个省亲假，家乡的望果节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也想回去见见家人。望果节？没错，陛下，是我们藏族人民欢庆丰收的节日，大家一起围着田野唱唱歌跳跳舞，然后一起吃一顿丰盛的野餐。哦，对了，陛下，今年我还要代表我的家族一起表演藏戏呢。可这去西藏一来一回要耽误不少时间呀。陛下，我会给您带好喝的青稞酒哟。好，快去快回，好好演出，为了部落。为了部落，扎喜的嘞。陛下，不行。陛
陛下，我还什么都没有说呢。这夏至刚休了三天，上周你又说你亲戚的儿子加冠礼又休了一日，如今又是何事？啊，这……哎，东端兄，看来今天这歌是唱不成了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陛下，叫车呢，刚叫着。哎呀，这故宫一环是真堵呀！哎呀，太堵了，红了都。是，为何还不退下？啊，陛下，臣，最近天气变化大，臣想请个寿衣假，回去整理应季的衣物。这大夏天的，你整理什么衣物？待到九月秋收寿衣之时，再去整理也不迟。啊，这陛下，臣太难了。你说说你，不算十日一休的旬假，咱们季节交替放假，传统节日放假，顺口的像三月三、五月五、七月七这样的日子都放假，这一年一半的日子都在放假，你还天天跟我请假，看来是我们大唐公务员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。不，还有你们，刚才就看你们三个在那儿叽叽咕咕，要请假，老老实实的说，如果合情合理，朕会不准。你们也不打听打听，朕开明皇帝的美号因何而来？是。行了，唱歌这事儿，朕同意了。但只有一个要求，带上朕一起。啊？这？哎呦！陛下愿意屈尊，臣等自是不胜荣光啊。可是，魏征大人一会儿不是要找您一同操课吗？哎呀，忘了这茬了。哼，这老头，你看，朕也有朕要必须遵守的契约。朝堂之上，将心比心，都不易。陛下。教诲的是。